第十六案，本院员陈雪生等二十人拟具离岛签证条例增订第七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议例行会将接见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报告委员会报告事项第十六案，现由民进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委员会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下一案，国民党团各党团有没有异议？无异议，通过。下一案。第二十八案，本院员翁小林等十七人拟具宪法诉讼法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议例行会将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报告委员会报告事项第二十八案，现由民进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委员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下一案，本案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